再走吧。不行，回镇上40里路呢。现在又是考核期，我不能出一点差错。领导打算提你当副乡长了。嗯。玉莲，你要是会飞就好了，就能天天回来了。哼，那我不成怪物了。 只要你能天天回来，怪物我也要。我要是怪物，我就先把你吃了。大号姐。 姐，把这鸡给我炖了，我得好好补补。德娃，嗯，德娃，嗯，你又偷谁家鸡了？一只鸡才值几个钱啊？我买的。真买的？姐，在门缝看人呢，我真买的。哎，这是啥呀？哎，想知道？先把鸡炖了。你给不给？哎。 给不给？哎呀呀呀！给不给？哎哎，好，给不给？我给。这么大的花苞，外边根本就没卖的。那你是咋弄的？我是从卖摩托车的地方弄到的，从墙上撕下来。我给钱了，姐。
我现在怎么也算是个小老板了，有了钱，谁还干那偷鸡摸狗的事儿啊？老这么看我。行，为了奖励你不再偷鸡摸狗啊，这张画怎么收了？哎哎，姐，这画好不容易才弄到的。咋，送给你姐心疼了？不是，下次去镇上，我再给你买一张。和这个一样吗？画是一样的，就是没这个大。想什么？小的呀，你自己留着吧，这张大的姐有用。哎，真好。姐，姐给你炖鸡去了啊。哎，姐，把花放好了，可别弄坏了。那我给七爷送药去了啊。盖个房，娶个媳妇儿多好啊！买辆摩托干什么？有什么用？七爷爷，您不知道，我现在去城里卖草药，一个来回就得两三天。为啥？时间都花在路上了。要是有辆摩托车，我一天就能跑个来回。首先，这住宿费省下了吧？最重要的是啊，这钱啊能多挣好几倍。我买摩托车啊，这叫投资。趁着年轻，你是应该多跑跑，多干点儿。寸金难买寸光阴呐。七爷爷，您这句老话可说错了。我买摩托，不就是买时间吗？时间呀，就是金钱。你个小兔崽子！哟。你听我说，这日子没法过，屋里说，屋里说，不是喝酒就是打牌，别的男人天天在外边干活，你看你，进屋里说，孩子懂吗？以后吃什么喝什么？进屋里说，昨天晚上还出去打牌。二姐，是叫我吃饭吧？你丢不丢人呢？丢！哎呀，看什么看呀？他家天天都这样。打给你这个王八蛋！你打我！哟，你打我打我！这顺子是要起义啊？给我放下！哪儿来的？啊，七爷给的。哎，我都快饿死了，走吧，啊！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放下来！走吧。咋啦？来。德娃。你打算啥时候买摩托车呀？快了。再倒腾几次草药，差不多了。等到时候你买了摩托车，可得先带我兜一圈啊。那没问题啊，我带你啊，上镇上找玉良哥去。哎，你别到时候害怕，不敢坐。有啥好怕的？你想，那得多快？有那么邪乎？我给你打个比方啊，你现在啊就在这儿，然后呢？我骑着摩托车从你面前经过，你刚想叫住我啊，我就跑没影了。快吧，快到了。德娃，那摩托车得挺贵的吧？得几千块钱。姐，你是不是也想买辆摩托车呀？摩托车太贵了，好几千块钱，你姐拿啥买？想法挣啊，只要你想买啊，肯定能挣到钱。算了，我买它也没啥用。也是，要是你买了摩托车，玉良哥就天天能回家，那我上哪蹭饭去？那玉良在家的时候你少来了，没良心。哎，姐。你是不是做梦都想能天天和玉良数星星看月亮？他每次回来，你们家窗帘可都是拉上的，咋数星星看月亮？你再说。哎呀，我说啥了呀？以后啊，就给你找个顺子家那样的媳妇儿，看你还胡说八道不？顺子，顺子那就不是个男人，那输了钱赖账不给，德娃。快点，就差你一个了，来这么快。哎，顺子，你不怕你媳妇收拾你啊？我已经把她收拾了。
哎呀，你快点儿啊！快快点！你等会儿啊，姐，我走了啊。我数星看月亮。我要是能天天和玉郎吵架，该多好！40多公里的路，全都是破路，根本不叫个路。听玉良说，等搞完这个村村通电视的工程了，就得抓村村通公路的事儿了。玉良，你脑去哪儿了？回家看看去了。怎么那么爱回家？我路过张村好几次，都没回去过。回家一次不容易啊，娶媳妇儿你就知道了。哎呀，我自己来。帮你呢，弄。过来看看。那。啥呀？你自己看。找这么多钱，我挣的，挣的，啊，我搬着毛巾厂搜手套挣的，搜手套，咱家又不缺吃少穿的，我又不是养不活你。玉良，嗯，我想帮你买辆摩托车。等会儿，你知道一辆摩托车多少钱？1000块，你还知道？慢慢慢，大黄，咱算个账啊！你锁一双手套多少钱？8分。你白天下地干活，晚上能锁多少钱？30双吧。慢点，慢点。哎哎，算了。那也就是说，你一天能挣3块钱，那一个月呢，就是90，这一年，那最少也得5年，也用不着那么长时间。除去点我，除去我们每个月的开销之外，我每月工资还能剩一些，那最少也得3年。这3年就能买了。还好呢，也就是说我们俩得省吃俭用。更重要的是，这3年里，你得起早熬夜，就你这身子，能熬住3年呢？我没事，你快走吧。我走了。慢点啊。
姐，你啥时候来的呀？吓死我了！回来了也不说一声。玉良哥不是回来了吗？我不是不忍心打扰你们吗？走了，就回来一会儿。哦，公差给咱村架天线来了。真的？咱村要通电视了，好事儿啊！哎，姐，你看我这头发咋样？我瞧瞧。哎，别碰乱了！我在县城啊，花了5块钱才弄成这样的。5块钱？嗯，哎，这还不算最贵的，有一个从小屋子里出来的人啊，给了20呢。那他们也是弄你这样的头？没弄成这样，进去的时候啥样，出来还啥样，说是洗头。帮人洗个头能挣20呢？我也奇怪呢。以为看错了呢，后来啊，我就偷偷注意着，真给20。玉良大小也是个干部，你又不缺吃穿，瞎折腾个啥？就半年，我打半年工就回来了。怎么？看德娃挣钱眼红了？嗯，七爷爷，你偏心。就学德娃到处乱跑，我打小到大都没离开过咱村子。你和德娃不一样，不管啥年月，德华到哪儿都能跑口食吃，你不行，还是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吧。嗯，我咋就不行呢？那德娃采草药的主意，起先不还是我出的吗？是啊，你跟他说是采药。可德娃没几天就变成了收药的了嘛。记得那年在村头石桥见着你，你才这么点高，站在那3天动都不动，给吃的也不要，给喝的也不要，啥话也不说，眼看着那就不行了，我这才连哄带骗把你领回家里来。后来才知道，是你妈妈要你在那儿等她。这都啥年月的事儿了，您提她干嘛呀？你知道德娃是怎么被领回来的吗？给她一个馒头，追了我20里地。大华，你要出去打工啊，要跟玉良商量商量，他要是同意，我没意见。各自有各自的命，你的命比德娃好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！有人告密了，到哪儿了？县城呗。我想出去打工，可七爷爷不让。七爷爷说非得玉良同意，玉良肯定不会同意的。不让去就不去呗，反正你去了县城，你也干不了啥。哎，你不会想帮人家洗头吧？其实吧，我也真不是想出去，我就是想挣够摩托车的钱就回来。哎，那既然现在你都知道了，你帮我想想办法呗。告诉姐，咋能挣着钱？嗯，想打工，不一定到县城。哎，好像离咱村不远有个料石厂，要招小工砸石头。听说呀，工钱不低。真的？嗯。那你咋不早说呢？早也没问我呀。姐，你去了以后呀，就找一个姓孙的会计啊，去那儿做小工的都找他。好了。走吧，那我去了啊。嗯，路上小心啊。进来。
砸石子儿我能干，我啥力都能出，啥苦都能受。找活干呀？这样吧，明天早上呢，你就过来。这个，我直接给你派活吧，啊？真的？那太谢谢你了，谢谢啊！对了，把这个给你。挣钱啊，得下本钱，得舍得。咋，不高兴？没要你？你咋哭了？咋回事啊？谁欺负你了？没事。没事儿？没事你哭啥？到底咋了？是不是撂时长？有人欺负你啊？没有。不对，肯定有。你不说是吧？好，我自己问去。豆儿，我告诉你，你看看，这叫我怎么张嘴说呀？上面说了，不准招小工啊，谁要是招了，谁就得负责任。那，你看，这可怎么办呀？那既然上级不让招，那就算了。我先走了。哎，这先别着急嘛，啊，这个咱们再想想办法，是不是？政策是死的，这人不是活的吗？再说了，这政策不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吗？对不对？咱们总不能让这政策把人治死。我的意思。你都能明白不？嗯，明白。真的明白了？嗯？是真，是明白。帮人洗个头就能挣20块钱？不对，既不合情也不占理，这事儿有问题。七爷，这事儿啊，我都和玉良说了，他同意了。我去打电话问玉良。哎，七爷，您别去问了，这事儿。
我没和玉良说，他也肯定不同意。七爷爷，要不你去和玉良说说，求你了。这话你听谁说的？德娃说的。我猜就是他。这事儿你别再想了，肯定不是好事儿。帮人洗个头就能挣20块钱，从古至今都没有这个道理。这事儿啊，我不同意，玉良也不会同意的。你要真想挣钱，我告诉你一个地方可以挣到。哪儿啊？你们家承包的那片地旁边，不是有一片乱葬坟吗？那反正是一片荒地，没人管。你可以把那片地开了，随便种点什么，来年可以卖些钱。虽说这没你说的那个事儿挣钱多呀，但是这个钱咱们挣着心里踏实。大花，你为玉良守好这个家，比什么都强。玉莲啊，嗯，我有事儿和你商量。啥事儿啊？那你得先答应我。肯定不是好事，你还是别说了。是好事儿，反正不是坏事。说。我想去县城打工。你啥意思啊？行还是不行啊？说话呀，大花，等我当了副乡长，会给我配车的。你没骗我吧？我啥时候骗过你？真的，不光配车，那连油都包了。那你啥时候提副乡长？快了。你姐往火坑里推呀！你啊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啥意思？哎，不，你跑什么？我咋听不明白呀？跑什么？啥火坑啊？啥火坑？我咋不明白呢？那你跑什么？啊，这心里没鬼？松开，松开！不，你要打我，你得让我明白，到底啥火坑啊？好，我问你，是不是你让大花去县城打工，啊，去洗头？洗头？啊，我是跟他说。我跟他说，你承认了就好。不是，哎呀，还以为是假的呢。
是真的，我没让他去，就跟他说过这事儿。不，我没让他去，那不一样吗？啊，一样的，坏东西。你讲不讲理啊？我就是让他去帮人洗头，那又咋了？你说咋了？那地方是洗头的吗？不是洗头的，还能干啥呀？我就去过。我咋越听越糊涂呢？你糊涂，你是装糊涂。以后少给大伙出馊主意。小子，啥火坑啊？你是老糊涂了吧你？别胡思乱想了啊！把家看好，照好七爷爷。我走了。咱俩结婚照了，好看吧？你把咱们的结婚照剪了？你不是还有底片吗？改天你再洗两张，别的照片都太小了，放上去不合适，不好看。大花，你应该把它放在相框里，那才好看呢。哎，玉玲，你相框太小了，放不下。
桃花姐。桃花姐。哎。饭做了没啊？啊，没呢。来，我帮你弄，你做饭去吧。来，给我。看着我干啥呀？赶紧做饭去吧，我都饿死了。哎，德文，咋了？饭做好了。你不刚才说没做好吗？姐骗你的，做好了。跟我回去吃饭吧。弄完再说吧。哎，先不弄它了，饭都凉了，跟我回去吃饭吧。大伙儿姐，这是啥呀？饭呢？你不是饿了吗？赶紧吃。不对，姐，你有事儿。你才有事儿呢！你吃不吃啊？你不吃我端走了。哎，等会儿。还说没事儿，你肯定有事儿。姐，是这样，昨天中午吧，我在屋里睡觉，我就听到外边吧，轰的一声。我就以为是打雷了呢，准备去收衣服，可我这趴窗户一看，这外边还出着大太阳呢，所以我心里就想了，这是咋回事啊？等我走到院子门口一看呢，你猜咋了？咋了？这么大个金元宝，落在咱家门口了。姐，你等会儿啊。你别找了，我没放在家里。咱家药放哪儿了？你咋不相信呢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姐，你没事儿吧？哎呦，我没事儿。后来吧，我就想，这金元宝啊，能买多少辆摩托车呀？可再一想，这钱又不是咱自己的，这要是花了，连觉都睡不踏实。哎，德娃，你说咱是交还是留啊？姐，你想给玉良哥买辆摩托车的心情我理解，可你老这么胡思乱想，我就怕咋？你还怕我疯了？不是你疯，你再这样说下去啊，我就快疯了。姐，在屋好好待着啊，别乱想。我先走了啊。你别走啊，你还没说呢，是交还是留啊？哪有这好事啊，大花姐，啥交啊留的，我错了，你还让我走吧。哎，不行，你说是交还是留。要真有这好事啊，那就是老天爷赏你的，不是偷的，不是抢的，交，交给谁啊？大花姐，马不吃夜草不肥，人不得外财不富。喂，我找玉良。张玉良。啊，等会儿啊。喂。哎哎哎，玉良不在了，出去了。你谁啊？啊，我是他媳妇儿。啊，嫂子啊，待会儿他回来我告诉他。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
没啥，不用了。啊，哎，七爷，来，我给您扇。啊，叫我说呀，咱还是手里头缺钱，这要是我能捡个钱包，捡到几千块钱，先不说别的啊，我得先给您老买个电风扇，省得您老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受这热。怎么？去不了县城打工，就想着发外财了？这外财能发呀？常言道，没病别嫌瘦，平安即是福。你七爷我平平安安一辈子，这主贵就主贵在不爱外财上。刚解放那会儿啊，村上有个财主跑了，王老五领着我们去追，追到山上了，财主急了，扔下了一箱金银财宝。哎呀，见了金银财宝，那王老五就走不动了，想四分。那后来呢？我连看都没看，扭头就走了。再后来呀，事儿露底了，王老五没脸活，跳井了。我这才当了村干部，一当就当几十年。要是当时我也动了心，能当几十年村干部，别说当时吃了亏，吃得亏才享得福哦。大花，记住了，外财不负穷人命，命里有八生，不求一斗，人生在世得凭良心行事，这样走过去，后边才不会有人戳脊梁骨。你年轻啊，没有学过老三篇，你七爷爷我可是从头到尾都会背。毛主席说，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。这就是说，我们这个队伍是为人民服务的。他还说，人是要有点精神的，有了这种精神，他就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嘿嘿，你听听，听听就知道该怎么做人了。七爷爷，您看，我说句玩笑话，您就当真了。这以后我要是真拾个钱包，悄悄把它花了呀，您再批评我，教育我。我能知道你说的不是句玩笑话？我是说这个人呐，不能有这个歪心。古话说，人能背银子账，那背不起良心账。王老五为啥跳井啊？他是害不起心病。为人不做亏心事啊，半夜不怕鬼敲门，是吧？我就是真拾个钱包，也不能要。哎，天上掉下金元宝，不是自己的也不拾，踢到一边去，继续走路。大花，记住了，外财不负穷人命，命里有八生，不求一斗，人生在世得凭良心行事，这样走过去，后边才不会有人戳脊梁骨。大花姐，马不吃夜草不肥，人不得外财不富。人生在世图个啥？古话说得好，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。Thank you.
段时间你不要出远门，有些事情还需要你协助调查。哎，您放心，我一定配合你们工作。嗯，那我走了哈。走吧。你打电话找我干啥呀？现在没事了。没事了。哎，玉良。啊。你说这天上要是掉下个金元宝，你会咋办？我看你啊，是大白天做美梦的，还想着买摩托呢。咋不想？做梦都想。哎，玉良。嗯。你还没说呢。说啥呀？你见过天上下雨下雪下雹子的？你见过天上有下金元宝的？净想想没用。那要是地里刨的、捡的呢？刨的、捡的，你给我刨一个捡个看看。我看呐，你是想钱想疯了。就算是刨的捡的，那也得上交，这外财能要啊？你得有点觉悟，以后不许这么想了啊！我就知道你会交的。哎，玉良，他们打算啥时候提你当副乡长呀？快了。就你这觉悟，早该提你当副乡长了。有觉悟就能当副乡长啊？那得有能力，有贡献。前面一个人跑，后面两个人追，你说是什么人呢？大花姐，做啥梦了？就是前面一个人跑，后面两个人追，哦，还喊了一声站住。你别着急，你慢慢说。那你说是什么人呢？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说不准。如果前面的是好人，后边的就是坏人；如果前面的是坏人啊，
后边的就是好人。哎，你问我的是前面的还是后边的？是警察。警察？啊。前面的如果是好人，会喊救命；那后面的就是坏人。后面的喊站住，前面的人不说话，那前面的就是坏人呢。警察抓坏人。你挖到钱的时候，还有谁看到？没有了。这算是拾金不昧吗？同志啊，这钱呀，是我家玉良让我交的。他叫张玉良，在乡政府工作。这贡献能不能算他的？大家注意了，大家注意了，咱们村的刘大花同志在刨地的时候刨出了15000块钱。啊，她没有把这些钱藏起来，而是在丈夫张玉良同志的帮助下把钱交给了公安机关。啊，这是什么精神呢？这是拾金不昧的好精神，值得我们学习啊。现在都在提倡新明媒，我觉得刘大花同志的心里是最美的。你咋了？领导替你当副乡长了吧？啥？受表扬了吧？你倒是说话呀！是不是替你当副乡长了？你到底想说啥呀？一进门就副乡长、乡长了，神经了？连表扬都没有？对呀，这村里都表扬我了，你们领导应该知道了。表扬你？为啥表扬你？我在地里刨出15000块钱。啥？我眼睛都没眨，我全交了。那谁让你交的？不是你说的吗？就算天上掉下个金元宝，咱也得交上去，要有觉悟，心灵美什么的吗？
是不是生我气了？没有，我凭啥生你气呀？你为啥不气我？玉良，我交钱的时候啊，都和他们说了，这钱呀、是你让我交的，贡献应该算你的。讲得好，是。玉良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我咋记得那坛子里边是2万块钱呢？可村里广播说是1万5。你没记错吧？公安同志，别回头！你跑什么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错了！除了跑，还有什么？没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已经跟了你很久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你转过去！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就咱们两个人，有什么你就说出来，什么都好办。你要是不说呀，咱就找个地方说去。你是个聪明人，该说什么，你应该知道。我坦白，我交代。真行啊，不交不留，你给人送回去，你咋那么聪明啊？咋了？我挖出来再交了，给玉良立功。哼，怕你是拿不出来了。咋了？你挖走了？我是想挖呀，现在连我都挖不走了。杀人呐！后面还站住的。
是警察。这是坛子里的。你把坛子埋回去的时候，我把买摩托车的钱给你留出来了。我说怎么省了五千呢？德娃，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？是，我现在后悔了。当时我应该把那钱都拿走。不行，我得把这钱交回去。姐，你别傻了。上次你把那钱交了，得到啥了？表扬、模范，那能当饭吃啊？德娃，这古话说“外财不富穷人命”，人得讲良心。雁过留声，人过留名。姐，哎呀，我看你啊，就中那老头的毒太深了。都啥年月了，还古话古话的？明明是活人，非得说那死人的古话。咱过去就听古话，这穷成啥了？不管咋说，我也把这钱交回去，不然我良心上过不去。姐，良心算个啥呀？谁跟你讲良心啊？这钱谁买的？你知道吗？闹不好把你自己都搭进去。我刚挣钱那会儿，我也讲良心，可谁跟你讲良心啊？你出去挣钱试试。你想挣人家一个，人家想挣你十个。忘了那孙会计咋对你了？你不想给玉兰给我买摩托车了？我就是怕你犯傻，把钱都交了，才偷偷留下这些钱。姐，钱咱交过了，良心也讲过了，这老天爷看你人好，在帮你。钱是你自己的，要交要留，自己想清楚。钱的人应该是个贪污犯。据调查，贪污的金额应该不止10000。你在把钱交到公安机关之前，有没有和别人说过这件事？好吧，你再仔细想想。如果想起什么来找我。嗯，德娃，德娃，警察。看见德娃了吗？没有。
你糊涂啊！你老实说，这钱是不是德娃留下了？不是，是我自己留的。哎，世道变了，连这么好的孩子也变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那外财是能发的呀，亲爷爷是看着你从小长到大的，这才几年，你怎么也变得钻到钱眼里去了？这良心和道德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到派出所去吧，实事求是。有啥说啥。你是我姐，从小到大，就属你对我最好。我躲着你，不是想把这些钱拿了，我是为你好。这些钱，也不是非得要，咱就把它放那儿，不花它，也不买摩托车。这些事儿啊，你不明白。这钱啊，咱交不得，交了你会有麻烦的。这件事儿，你就咬住不松口，他们打你也没办法，也没人会知道的。姐，相信我不会出事儿的。算我求你了，这钱咱不交，行吗？你咋回来了？大花，我问你，你到底刨出多少钱？你都知道了？我就是为这事回来的，领导都找我谈话了。找你谈话？咋了？批评你了？别说那没用的。赶紧把剩下的钱交了。我都交了。交了？啥时候交的？前些日子交的呀。交了多少钱？剩下的5000我也交了，一共20000呢。20000？现在查出来是40000。大花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到底挖出多少钱？我就跑出20000块钱呀，不是真的，我就跑出20000块钱。你说你跑出20000，人家现在查出是40000，你咋解释？咋说？那兴许上面别人挖走了吧？让别人挖走了，那天上掉了个金元宝，还能砸到2个人？玉良，你不相信我？我相信你，那人家警察能相信你吗？你先交了15000，又交了5000。现在不是你也是你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顶什么用？我问你，你跟警察怎么说的？你是不是跟警察说你交钱都是我教你的？我啥时候教过你？那我不是想替你做点贡献，让你当副乡长吗？贡献？贡献个马上就要提副乡长了。让你这么一搅和，全完了。玉良，你别着急，那现在该咋办呢？咋办？我知道咋办。你现在知道跟我商量了，你不是挺有主意的吗？我是想和你商量呀，那你不是老不在家吗？再说了，那最开始我是想把钱都交了，我也不知道是德娃偷偷拿走5000块钱呀。德娃。你要不跟德娃天天念叨着摩托车摩托车的，他能拿走那5000块钱？那我还不是想让你天天都能回家呀？到了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我早上睡醒的时候连被窝都是凉的。那我不想天天陪着你啊，那我不是没办法吗？男人在外面干活的多了，有的一年回不来一两次，那人家怎么过的？人家也没说买摩托车呀，就你熬不住。
你说派出所会不会搞错了呀？搞错了，贪污犯都抓到了，就是离咱村不远料市场的会计，人家亲口交代了，还能错？局长，你说那个贪污犯是谁？警察同志，我真的只抛出2万块钱，我都交了。他骗人呢，他诬陷我，他是想报复我。报复？他为什么要报复你？你不是人，你为啥诬陷我？我明明只拿到2万块钱，现在又诬陷我，人家说是私了，我明明拿到2万块钱，现在诬陷我，让我上哪儿找那2万块钱？冷静点，冷静点，冷静。是有过想法，但是跟这事儿没关系。那4万块钱，我就都埋在那个洞里了。经我们公安机关查实，孙会计确实贪污了4万块钱，并且据他交代，这钱都埋在那个洞里。再想想，在整个过程中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事情？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儿，就这些了。就这些了，我都招了。真的没有了？真的没有了。要不，我把钱都给你，你把我放了，啊？把他拽回去，不准回头！我打你个臭流氓！哎呀，哎呀，警察打人了，公安打人了！你冒充警察，知道是啥后果吗？谁冒充警察了？他是贪污犯，他现在见谁咬谁，他说的话你们也信啊？孙会计不认识你，怎么咬你？就在他交代这件事的时候，还以为你是警察。你想想，我们怎么知道那个人是你到这儿来找你啊？我没说我是警察，是他说的。再说了，我拿啥装警察呀？他非说我是警察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你再想想，有啥要说的，我过两天再来。别想那些，
没事的。村里人都说我，可我不往心里去。我知道他们是开玩笑的。大花，没人说你，你是模范，大家都夸你呢。玉良，我要是能一直这样躺着，有你在身边，真好。哎，玉良，外边下雨了，你把摩托车放好了。知道了，都放好了，你放心吧，啊。等到天晴了，你再骑着摩托车带着我，我坐在后边抱着你，真快。算你们两个人的，那也行。那天，大花姐把钱交给警察后，我按孙会计说的地方，在大花姐刨开的那个不知是福是祸的洞里边，拿走了另外的那2万块钱。